Hello， 小朋友们好。今天呢，看看奥特曼在干什么呀？哇，他骑了一个车去购物去了。不对，他是卖这些的。哇，他是卖的呀。嗯。哇，他的车把上还挂了两个蛋呢。嗯。真是哪个地方都能放点东西哈。对。哇，他是卖蛋的呀。对呀。嗯。都是卖蛋的，他说那些工作不好，是吗？那都卖什么蛋呀？有好吃又好玩的健达乐趣蛋。嗯，爱个、这个好大哟，这一后面一个大车厢就能装一个蛋呢。还有两个挂着的是什么蛋呢？一个是小黄人的，一个是海绵宝宝里面的派大星。呀，那哦，谁会来买这些蛋呢？不知道啊。哦，我们看看谁来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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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哇，奥特曼，你是在卖蛋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是。那把这些蛋都卖给我好吗？好啊。嗯，多钱一个呀？这个大的嘛，大的有点贵，就是20块钱的。是吗？那小的呢？两个加起来10块钱。哇，一个5块，好，那一共是30元，对吗？对。那我能先赊账吗？可以呀。那等我回家，我再给你送钱来，好不好呀？好，等着我碰见你，你就给我钱就可以了。好吧，那这个大大的也给我。但是不可以赖账哦。当然不会赖账啦。好，那你骑车走吧，我会把钱给你送回去的。那今天我们的面包超人买了3个蛋，那咱们就一起跟他来猜一猜吧。好。先来猜派大星的。嘿，我要把它拆开。哇塞，你好猛啊。这里有一个什么车呀？看看我家的动漫男，现在就整下来了。像小猪啊，这怎么像一个小猪呢？我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什么呀？猜猜这是什么？小鸟。对了，那个愤怒的小鸟，这个是猪猪王。是吗？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海绵宝宝的卡片，上面写着一个 P， 英文字母 P。 哎呀，你张大嘴，是馋了还是饿了呀？困了。为什么困了呢？这个还没拆完呢，里面还有好吃的，这个里面肯定是我最喜欢吃的了。打开看看。啊，是我最喜欢吃的饼干。我来吃一个。哇塞，真好吃的。我再尝一尝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好，那下面来猜小黄人的吧。那我想把它打开，结果变成这样了。打开吧。能不打开了？旁边是没打开，我忘了。什么呀？打开看看吧。OK 的。现在已经打开了一袋饼干，这袋就先不打开了。打开太多我是吃不了的，我现在已经很胖了。看看我的肚子。哇，这里有卡片呢，是铠甲勇士。这个是怎么玩的？陀螺呀，这么转呗。这个都不会吗？看看我多会呀。这不是陀螺吗？好玩的陀螺。我还得到了一辆小汽车呢。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怎么玩的啦。嗯，看看转上哪个。这个，这张纸片代表这个小猪，这张纸片代表我，这个张纸片代表这个。咱们还是来猜这个大大的。这个能指向吗？
就是它斜的差不多，好像就是纸上这儿的。是吗？好像就是纸上这儿，好像就是这样玩的。看看这个大大的蛋里会给咱们带来什么呢？这里边是什么呢？那个就不打开了，它吃不了啦。好吧。坦克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呀？这个还有一个，哇，好吃的巧克力饼干。这个是勺子啊，看看我们的坦克吧，大大的坦克。哦，哇塞，坦克跑了吧？快去捡起来吧。我们的大坦克跑得很快哦，哎呀，好，拿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漂亮的大坦克。哇塞，它跑得这么快呀，这个坦克。哦，这个炮筒还可以转的啊，蹦蹦蹦，可以转向任何地方，目标在哪就转向哪，咚咚咚咚，哈哈，开向你了，开向你了，看看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好，看看我们这辆坦克，再让它跑一下，看看它能不能把我撞倒，肯定是撞不倒我的，不对，反了，它其实是这样，哇塞，我说呢，它怎么不走啊？把面包超人撞了一个大跟头。哇塞，没撞倒我，我力气，因为我是奔奔倒，所以他撞不倒我，给我撞倒我都会自己起来，对呀，是吧，啊，因为我的肚子实在是太圆了，啊，今天我又得到了一辆坦克，看看这个坦克能不能带我走啊，可以哦，哦呦，我太沉了，把一下子就把它给压住了。哎，还是我太沉了。要是它轻的话，会走得很快的哈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咱们面包超人在路上呀，买了三个蛋，就得到了这么好的玩具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